来到香港，做香港武术队总教练。 现在的特点呢，主要之前是耿小林，有贺进德的蓝拳，耿小林的长拳，这个郑天辉的枪剑。那么我们现在的年轻队员。 有太极的，有蓝拳的，我相信在已经在世界青少年比赛，他们已经拿到冠军。你有。 我非常喜欢，就是全世界，特别在欧洲，我们中国的武术能够走向世界。